当重要，不能不多说几句。今天就讲到此地。愿力超过业力，就是成愿再来，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驾慈航再来，不必。愿力一下超过业力，就是成愿再来，我们整个这一生都改变了。没有愿力，我们这一生都是受业力支配。如果发的愿真诚恳切，愿力超过业力的话，这一生就改变了，就是成愿再来，这个不可以不晓得。